今天大刘戴上手铐也掉一个假药。你带个鼻炎哦？带个鼻炎药？在哪带的？在后边手铐带着。叔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家两天了。哦。哎，叔，你这个假药在哪带的？带在手铐后边掉的。哎，大，俺妈呢？你妈上恁姥爷去了。我看叔带个假药，咱去掉假药去吧。不好掉，咱去试试哈。试试试试对，试试就试试。掉一个咱先没事，咱回家看看。我不走，我肯定能掉着。你不走我走。我靠，上鱼了、没看这个假鱼大不大，今天大刘戴上手铐也掉一个假鱼。你不用看我，不行今天晚上我就让俺俩出个劫，我出个假鱼做一个霸王别姬。三爷啊，你看我掉这个假鱼怎么样？你天天真会钓，这个是个大的。大爷，我钓个甲鱼，真钓一个。你杀老母鸡，我把甲鱼给杀了，咱弄个老母鸡炖甲鱼不行吗？咱行吧，行。你别真急了，恁家来快递了。这个大甲鱼确实大哈。哟、哦，哎呦，吓死宝宝了！给甲鱼脱衣服，这个衣服其实很好脱哈。凉水下锅，调上甲鱼，开锅打下粉末，炒好水捞出来，两年的老母鸡，再调点水，放点葱姜，放点料酒去去腥，这原汁原味。今天真热，此时此刻哈，就是满身是汗，湿透了。今天就是俺大做饭，我烧火。鸡已经炖了20分钟了，放甲鱼，盖上锅盖炖半个小时。这味放得样，接近一味。俺大，你们拿锅盖，你怎么放的？我拿锅盖的。大，你别再烧火了，你上屋子晾晾吧，我再烧火。行。可熟透了。我不要鸡腿，我要鸡爪子。炖一上门，来吧，打。哎呀，哎，吃。我先尝块甲鱼吧。挺好吃，嘎嘎一嘎嘎。嗯哼。俺大，你还挺真。你什么时候做过甲鱼吗？没有。你不想啊？我。我想是。我那时候也就跟小宅那么大。你去逮鱼的时候逮那么个，你听了吗？还不大那个。俺小时候可烧过甲鱼了，海底烧过甲鱼。怎么烧？逮了烧吃吗？那不是没别烧吃提灯了吗？俺经常，俺经常烧。真是也是。真的。那不提灯了吗？50多年了。50多年了。这个甲鱼是你逮的吗？我逮的，我钓的。我是不相信。我那个水平。我说下步哈，你想吃哈，你就跟我说。我不但能钓着甲鱼，我多宝鱼我能钓着。出去吧。我走门，你慢慢走。你说啥？汤比肉好吃，营养都在汤里。来，最后再喝杯就结束了哈。俺大走了，我得说实话了哈。你像多宝鱼啊、甲鱼啊，恁相信我说钓就能钓着吗？是钓着了不错，但是我交的是钓费啊，钓费交了95块钱。老板有甲鱼啊？你看这个行吧？我在菜市场学的怎么钓甲鱼的，谁要那个脚本就那么写着嘞？现在满大大的，不要他知道，我这个甲鱼是从哪来的，知道我这个水平，就像平常，咱在外边工作一样，不想叫父母担心。来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吧哈，喜欢的哈点赞评论加关注，拜了个拜。